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。Thank you.
声歌诀，写他的爱是实在、精湛、永在的。盼望今晚大家都能在他的爱中得到祝福。让我们将这首歌成为今晚的祝福。声先唱，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人和你比破烦难，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46节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神的光可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带来温暖，填满我们心里的空虚。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得着那生命的光。让我们再唱一次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一同思想主耶稣。